据央视新闻报道，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天天小奇迹当地时间八日上午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与媒体见面，即将踏上回国旅程。美媒发布的画面显示，一只专门设计的装载大熊猫的大箱子离开了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栖息地。愿一切顺利，一路平安。